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：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。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564页，564页第八行，从当中第七看起啊。七，云何名菩萨非所为人？不以是故生人，不以利故生人，不以威故生人，不以受他恩故生人，不以相亲有故生人，不以愧然是羞愧啊，故生人。菩萨常修于人，是名菩萨了，非所为人。这一段跟我们说的重要意思，菩萨常修忍辱波罗蜜，无时无刻他不在修人啊，所以外面既有境界，他能忍；没有境界，他也是人。啊，这个就是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，这六门功课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有这个缘，或者是没有这个缘，通通要修忍辱。那为什么？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能忍的人容易得定。那如果是有一些缘故逼着你不能不忍，那是应该的。没有任何缘故的时候，也要常修忍辱波罗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必须放下万缘啊，绝不为一切境缘所扰，为一切境缘所动，他忍辱波罗蜜才能成就。有忍就有定啊，小不忍。我们一般凡夫
不能觉察，以为自己修养还不错了，小小的风动，有时候也会起心动念，也会分别执着，这就不能得定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清净平等心呢受到干扰。我们想到经体，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如何真实保护住清净平等觉？觉是开悟。怎么开悟的？因为心地清净平等，这就开悟了。所以清净心是禅定，平等心是大定。平等就没有动摇，没有动摇那是自性本定。所以真心就显露了，体露真常。第八呢，云何名菩萨不必恼人？这是一个外缘。若尘因缘，烦恼未起，不明为人。成慧，烦恼没起，这个不叫人。烦恼起来了，心里头如如不动，这是人。说若遇尘因缘时，对方拳打到掌，手脚搓打，握口骂逆，欲如是中心不动者，则名为人。这是真的要忍。人不吃亏，别人没有动手骂你，所以洗耳恭听，不要还口。他骂累了，他自然就休息了，就不骂了。你要是还口，骂得高兴，骂得没完没了，别人动手打的时候，让，不动手，随他打。这个里头呢，要明了，他拿拳头打，如果他拿着刀，那你就得要逃，你要逃避，因为这是有大伤害，决定不能跟他对打，拿拳头打，就让他打起来。打不还手，他打几下之后，他打不下去了，必须还手才打得起来。一方面打人，一方面让你随你打，你怎么好意思打下去？尤其是有许多人在看到。一般人同情弱者，不会同情强势的人。
啊，所以他自然就算了。啊，甚至于他就不好意思离开了，很多人看到。啊，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常常发生，小冲突演成大的灾难。都是不能忍。如果能忍，没有事情。自己稍微吃一点亏，考验自己忍辱波罗蜜。啊，看这个境界现前能不能忍？啊，能忍就对了。啊，倭寇骂俪。这也是常常见到的，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保持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没有怨恨，这是人。啊，有怨恨，人我现在力量敌不过你，将来我再报复，这不是人。啊，忍辱的目的是达到禅定。啊，这个有种报复的念头。啊，这个还是有怨恨在心中，还是属于对立，还是属于冤冤相报。阿赖耶有这个因，将来一定会现行。啊，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菩萨若有人来启发成慧业人，不启发成慧业人，这叫菩萨不必恼人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啊，有人来启发成慧，这是；没有人来启发成慧，也人。这句话意思是：啊，没有这种境界，自己有这个智慧，有这种修为，啊，就是有这种修行的功夫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。处遇到境界，它是自然的。啊，这是菩萨，不是到这个时候想的。哎呀，佛说的，我应该要忍辱。啊，那你还没有养成习惯，还没有忍辱这种习气。啊，一定要有。忍辱的习气，第九，云何名菩萨悲行人？菩萨有慈悲心，特别说悲，悲是怜悯众生的心。二十，菩萨若作王。若王等有大功业，为苦众生而作其主，啊，菩萨示现为国王，或者是大臣，这个王等就是大臣。啊，他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大功业。啊，菩萨实现这个身份，是为苦众生来做。
做主，啊，是来救苦的，不是为升官，啊，不是为高名厚利，不为这个，啊，是为苦众生。是苦众生，若来骂入蹙恼之时，菩萨不以我是主故而生嗔恚。啊，这就是遇到了众生，众生没有修养，啊，因为伤害他的利益。他不能忍受，啊，他来辱骂，来批评，啊，那么这样的事情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常常有，啊，对于主管这地区的官吏。现在讲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啊，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，这些事情，我们时时看到发生。啊，那看看这些官员，也都能忍。啊！但是菩萨除了能忍之外，菩萨了，不以我是主故。在古时候，周王、王公大臣，啊，做王，王也能够引申为。主管官，啊，各级政府的主管都可以称之为王。为什么他做主？啊，在国家国王，那在现在的制度，省长、县长，甚至于村长，啊，他都有权，他管辖这个地区。啊，跟人民直接接触，啊，施政哪能尽如人意？这做不到的。啊，总是叫大部分人的利益，特别是贫苦的人的利益，这就是个好官。是个好王啊！如果遇到人民批评有不满意的，要欢喜接受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！唐太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他遇到。啊，人民对他的不好的批评，啊，他旁边的人说，这个人说，是造谣生事，是无中生有，应该要得到处分。啊，唐太宗说不可以，所以他说。如果我要处分他了，以后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真话。这后世称他为明君的。啊，他是喜欢人在他面前说真话。
喜欢老老实实把事实真相告诉他。啊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要说出来，要让他知道。啊，他会帮助改进。啊，大唐盛世，是这一点心成就的。啊，上面有慈悲心，有怜悯心，下面也就都有了。啊，所以上行下效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苦众生若来骂如蹙恼这个事情，中外都不能避免。啊，所以菩萨了一定要有忍。啊，而且呢，对这些众生，我当八戒，常为拥护啊，云何而得生于烦恼？他不生烦恼，你骂了他，批评了他，他也不会生烦恼。啊，他还是笑面迎人。啊，向你请教，他想方法来改正。是故我今悲心怜悯，不生分恚，是名菩萨悲心人。人特别是生在东岸的社会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啊，心里面的怨恨是没有法子避免。表现在外面，心浮气躁，啊，这种情形我们理解，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来解决这问题？还是教育，社会没有人教他了。啊，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，教的是什么？内容很重要。哪些人来主持这个教育？从事教育的老师要被尊重。啊，老师不被尊重，学生就不尊敬老师，老师没有办法教学生。为什么？学生不听他的。现在社会产生的就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非常可怕，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根源有了问题了，这社会很难救吗？
古人有这个智慧，懂得防患于未然。他知道，啊，特别是中国古圣先贤，啊，中国这些老祖宗。对于这桩事了解得非常透彻，啊，所以把这个当作人生第一桩大事来办，啊，这就是教育。啊，个人要把自己教育好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教育好了，带给自己一生幸福美满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，病苦灾难从哪里来的？全是从不善的信心，就造的不善业。业力感召来的。啊，昨天我们有几个从新疆来的同学，那个地方我也去过。啊，新疆的面积是中国的全国面积的1/6，人口少啊，所以沙漠、草原一望无际，没有人家了。啊，他们的路很宽很大，开车会睡觉。为什么直路没有拐弯的？啊，开几个小时，你就看不到人家。啊，到我们这边沿海居住的是密密麻麻的。啊，他们的生活很简单。啊，吃的东西不是很多，但是吃得很健康。啊，那边到现在还有游牧民族，啊，养牛的，养羊的，啊，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到哪里去，住蒙古包。啊，蒙古包对他们来讲非常熟悉。啊，像童子军露营一样，他们一匹马匹，一个骆驼就能够背一个蒙古包。啊，到一个地方，啊，一两个小时就把它架好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啊，简单。几百年来还守着祖宗的教训、规矩，啊，人淳朴、老实，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些菜，当地人吃的一些土产。
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最大欣慰的就是他们绝对没有污染，他们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没有污染。啊，真的是现在所讲有机健康食品。啊，告诉我们，像那么大的地方。佛教出家人听说只有六个人。啊，在家居士比较多一点。啊，他们想建一个道场，建个念佛堂。哎，能有二三十个人就很多了。啊，我告诉他们，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勉强。啊，不要建富丽堂皇的大庙。啊，能够。这边风雨，那边风沙多，啊，能够这边风沙坚固、耐用，啊，实用就好，啊，这样省钱、省力，认真念佛，一定要听经，听经明理。修学才如法。如果经教不通，就很难。经教能帮助我们团体建立共识，大家想法看法都能一致。啊，包括我们的生活，啊，学习，啊，用功，看法都相同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由经论做依据的。啊，没有经论做依据，这不是真正佛法道场。啊，真正佛法道场一定有理论做依据。啊，一定要守规矩，规矩就是戒律。自己真正要把三福六合五戒十善要真做到啊，啊，然后才能提升到四摄六度，你真正把它做出来，对自己有利益，对你的道场有利益，对佛法有利益，对社会也有利益。啊，慢慢的弘扬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开悟之后，在鹿野岩只有五个人呢，连他自己六个人呢。佛教是这么起家的，你们要有释迦牟尼佛的精神，释迦牟尼佛的德行、智慧，啊，那是一个好地方。啊，认真修学，给大家做一个。好朋友，
啊，大草原。有很多人不愿意去，啊，修行的人就要人少。古时候，道场建筑到深山，啊，没有真正重要事情。谁愿意去爬山？所以他有道理啊。要找个修行的环境。那现在我们看那个地方修学环境好啊，人少，修行人最重要的身心寂静。随着常常有慈悲心、怜悯众生心。第十，云何名菩萨誓愿人？修行人都有誓愿，四弘誓愿是共同的誓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用什么度？如果不能度，那你这句话是骗人的，也骗自己。用智慧度。用禅定度啊，用戒律度啊，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，后头还有后续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真想断烦恼，就要把对于物质的享受。降到最低位，啊，能够吃饱，能够穿暖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，就非常满足了。这种人能修道。啊，当地的居民生活都非常简单。啊，特别是生活在旷野，不是在都市。啊，距离都市，开车一个小时之内，都是很理想的休息环境。啊，都市就热闹了，人多。啊，太远也不方便。啊，一个小时之内，非常理想。他们来找我，我说我很感谢。我现在年岁大了，不想动了。啊，你们的小道场建好。如果能够设一个网络，我去讲个半个月、一个月，去讲一次经可以。啊，常住在那个地方，我没有这个意愿。
啊，人要知恩报恩，人要有义气。我流浪了一生，几十年，居无定所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啊，前年我在香港接受何泽林老居士的夫人啊，供养了一个小地方，在山上，啊，何泽林老居士，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，啊，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讲楞严经，讲了4个月，啊，何居士应该是最好的听众，啊，4个月他没有缺课，他每天一定到，所以我们就很熟。啊，往生之后，他嘱咐他太太，把他乡下居住的这个小房子供养我。让我在香港啊定居下来。啊，我去看了这个小环境，是很小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我接受了，我就会定居在此地了，不想动。啊，哪个地方请我都不会去。啊，请我讲经，最长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。行，中国外国都可以。啊，我还是回香港常住。这小地方有个小院子，种一点青菜，自给自足。啊，一生完全放下。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经教专讲无量寿经，除于这部经之外，也都放下来了。啊，学习经教的年轻人。我所知道的一些方法都在讲经里头讲出来了。啊，真正要成就，一定要用古人的老方法。啊，现在佛学院这些方法我不赞成。要用古时候私塾教学法，培养讲经的人才。过去是老和尚讲经，听众当中年轻人，啊，他有具足2个条件，第一个有很好的记性。啊，他听了之后，他能记住。
第二个呢，他能够复讲，叫复小作。啊，把老师所讲的重讲一遍，给大家听。有能力讲到80%，啊，老师讲1个小时，他有能力讲50分钟，至少他有能力讲40分钟，这都可以培养为讲经教学的法师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就不行。真正有志愿，啊，愿意弘法利生，续佛慧命，这是大事业，这是好事，啊，这是值得赞叹的事情。啊，一个老师傅带2、3个学生，10年带出来了，那是成绩。啊，确实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成就他的戒定。智慧啊，佛法教是教这些，不是教的一般常识。啊，真有效果。啊，我这一生是受这种教育。深深有体会啊！学的人要真干，基本的条件，古时候不必说，为什么？他同居住了啊！现在人不居住，那是什么？孝亲尊师。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坚定的信心，对所学的、对老师所教的，没有丝毫怀疑，完全接受，这才能成。如果有丝毫怀疑，这个教学不成就。佛学院可以，啊，因为佛学院的学生不是以培养讲经法师为主，啊，讲经法师培养的是目的是要帮助他开悟。啊，要得定，要开悟。他修得好，当然他就能讲得好。啊，如果不是真修行的人，就没有这个缘分。啊，现在的学习跟学校结合。以知识为主，不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一定要遵从
皆定慧三学啊，知识就无所谓了。佛法的修学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，通通都是要皆定慧啊。大学上讲的这个条件，就讲得十分清楚啊，他所要求的三纲八目啊，这是教学指导最高的原则，在大学里头，大学讲方法啊，中庸是理论啊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三纲。啊，这个三纲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学习终极的目标。明明德就是开悟，啊，开悟的相是什么呢？相是清明。一个开悟的人，决定有大慈悲心，爱民如子啊。佛菩萨就是这样的全心全力把人教好，这他一生的事业。啊，好到什么程度？至于至善。啊，至善，没有丝毫缺陷，圆满。啊，谁做得到？佛语，化身菩萨能做到。啊，八目，就是告诉你怎么修法。啊，从哪里开始？从格物。格物是什么意思？在佛法讲，放下万缘。啊，无是欲望，无欲。啊，格就是放下。放下物欲，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，知之生智慧了。啊，欲望很重啊，它生烦恼，它不生智慧。啊，没有欲望的人，念念想为众生造福。啊，帮助众生解决苦难，他自然生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性里头本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智慧生不起来呢？智慧被自私自利障碍住了，被七情五欲障碍住了。能把这个东西放下，智慧自然升起。啊，你看到社会这些问题，自自然然你知道是什么方法。啊，不必去求。啊，自心里头有智慧，自心里面有德能。佛法叫我们从内修，不叫我们从外面修。所以佛法叫内修。
啊，经典成为那一点。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念经本从来没接触，有大智慧。啊，在佛门里可以成为大导师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带头。释迦牟尼佛没老师。啊，他讲的铁经，小部经不说了，大部的《华严经》讲的那么好，《华严经》是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，没人教啊，他怎么讲出来的？《法华经》怎么讲出来的？般若经怎么讲出来的？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？看了这些经，好像他知道全宇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这个智慧能力从哪来的？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他开悟，开悟之后才知道，人人都有，只是在现在呢。你是迷而不悟，如果你是觉而不迷，你就跟他一样了。他知道的你也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开悟了？有如来的智慧了，如来的经典你一接触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你全通了，啊，这些话没人相信，不学你怎么会啊？佛法不学就会了，他学，他向内学，他不向外。啊，内学就是放下这些染污，因为染污障碍我。啊，放下分别，分别障碍我。起心动念妨碍我，我也把起心动念放下。凡是障碍我的，统统放下，就大彻大悟了。大彻大悟是自信的，本来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没有人教你，你也不需要跟人学。啊，德行是基础，这个基础跟中国古人讲的完全相同，那就是孝敬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人能够对父母孝，尽孝道；对老师、对长辈能够尽道。尊敬。啊，把他们看作父母一样待遇。
这个基础就够了。啊，你就有这个基础了，你就能够学成圣人显然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舜王，舜王谁是他老师？没有啊，他生活的环境很可怜的，啊，父母生了个儿子，儿子孝子，天性。真叫孝顺，这两个字真正做到了，特别是顺。啊，母亲死了，啊，父亲再娶一个，他的后母，啊，后母生了个儿子，父母爱他自己的儿子。对他就是眼中钉。那爸爸受他妈妈的影响，这后母的影响，这样子父母对他都不好。啊，那个弟弟就更不必说了，他的日子怎么过？啊，一举一动都是错误的，没有一桩是对的，天天挨骂。可是的嘞，孝心不变呐。啊，人也学得很激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他后母想杀他。啊，好几次，他都能逃过。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对人好，孝顺父母，尊重长辈，啊，很勤奋，什么事情都愿意做，啊，所以这个邻里乡党对他都尊重，这是好孩子，啊，三年感化一个地方。没有人不赞叹。啊，耕田，家里穷啊，没有牲口啊，你们看到，赶到大象来帮他犁田，赶动小鸟替他除草，哎，孝感天地呀！啊，这个事情。传到那个时候，过往尧王，尧王听到有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啊，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。九个儿子跟他做朋友，啊，看他处事待人接物，真真诚心。没有真诚心，没有丝毫虚伪，他从哪里学的？啊，对父母的孝顺，那是无以复加。啊，以后尧王把国王位置让给他。中国历史上称尧舜的，啊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他没有老师啊，啊，就是把尽孝做到了，尽做到了，用真诚心去做。
智慧开了，不是知识，智慧开了。啊，国家的事情，众人的事情，他处理的有条有理，做的叫人人满意。啊，上面国王满意，下面人民满意。啊，尧王选他继承王位，啊，中国外国古圣先贤细心去观察，几乎都没有老师。啊，也没有很好修学环境，都是在苦难当中长成。啊，苦难里面经过锻炼，啊，真心不变。成功的秘诀应该就这一句：真诚心永远不变。啊，这些我们经常讲像毛病习气他都没有，他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没有是非人我，啊，决定不可能争名逐利，啊，损人害己他决定不会做的事情，他只有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这是他愿意做的。啊，伤害别人利益自己，他绝对不会做。啊，这些大圣大贤成就的秘诀在此地。啊，誓愿菩萨作是念。我先于诸佛前，曾作狮子吼，发誓愿也，我当作佛，于一切生死淤泥中，为拔诸苦众生，我今欲拔，不因嗔恚而恼于彼。底下说：“若我不忍，尚不自度，宽利众生的。”啊，菩萨发了这个愿，现在我们学佛也发这个愿，但是是真是假不可考。啊，他发愿是真的，我们发的愿不能兑现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一句还得了吗？众生有苦有难，你就得去帮助他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一切众生，一切苦难从哪里来的？从迷失自信来的。啊，六道从这来的，十法界从这来的。那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来的。对于整个宇宙，啊，一切理事都搞清楚都明白了，就没有苦了。
啊，你的念是正念，没有邪念，没有恶念。你的眼是正语，你的行是正业，八正道相应。啊，自然相应。啊，所以愿发之后。要完成这个愿，先成就自己。自己不能成就，你没有能力将你的誓愿兑现，你做不到。啊，先从善行的，慢慢。感悟啊，那个孝心不变就是基础啊！啊，无论父母对我怎么不好，他自己心里怎么想法，是我自己做错了，我不会做。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进。啊，父母没错，我错了。所以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就从这来的。啊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过，他从这来的。久而久之，过少了，善多了，善里头有福，善里头有慧，福慧增长。啊，天天不生烦恼，生智慧，天天感恩。天天忏悔，天天改过，我们看释迦，看尧舜，他是这么成就的。啊，舜。青少年时代是天天挨骂了，天天挨打了，他自己不是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常常想，我身体从哪里的？父母生的，母亲虽然不在，父亲在。啊，后母再怎么不好，是他父亲所爱的。啊，父母所爱，自己怎么能不爱呢？啊，他是圆满的爱心，真诚的爱心。到最后，感动了全家。啊，感动居住在这一起的邻里乡党，没有人不听他的话。这一个村，这个乡，就像变成一家人。人人都懂得关心别人，人人都懂得孝敬父母，尊重长辈。
这个地区风气多好，一个人造成的。啊，一个人怎么造成？真诚心对人，对物，就能造成功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人人都可以做药神，就像佛家一样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药王没有一点私心的，啊，国王要给谁做？要给一个有真诚的心，有慈悲心，有智慧心，全心全力为人民福祉的心。啊，他看看自己九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有这种心，不需要给他们。啊，留心到外面去找啊！不是找有学历，不是找有聪明的，不是找有才干的，啊，找有孝敬的。真正孝敬啊，找爱人的人，爱人就不会害人啊，找牺牲奉献的人啊，自己没有贪嗔痴。啊，没有傲慢，要找这种人。啊，他真正用心找，真正就被他找到。这上天不负苦心人。啊，菩萨发的这个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与一切众生，与一切生死与你中，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为拔诸苦众生，我今欲拔，不应嗔恚而恼于彼，我要救他们。我还能生存危险吗？啊，所以不应该，不应该叫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这是菩萨行啊！啊，如果我不能忍，尚不能自度。宽利众生的啊，不能忍自己，不能得三昧，不能开智慧，这就是自己不能度自己啊，怎么能度得了别人？啊，法藏菩萨满足诸人，故云人力成就。前面所说的这些人，人佛讲的很多，散在经论当中，这是略举几个例子。
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没有耐心的人，他成就不了事业。所以忍跟耐常常连在一起。啊，忍能够得定，定生智慧。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忍的成就比什么都重要。以上所说的是自利心，下面呢是利他心。啊，利这个自利心，以忍离成就为终极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下面经文利他心有两段啊。第一段，慈和劝谏，与诸有情常怀慈人，和言爱语，劝谕慈敬。这一小段只有四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上云：惠利群生，慈也。人力成就啊，人也。是故与诸有情，常以慈人为怀。啊，要有慈悲，要能忍耐。啊，和言爱语，柔和之言柔。会说曰：“内力妄然，故外常温和。故云呐，和言。和言怎么来的？你心是真诚啊，不是虚伪。”不是虚妄的啊，心是清净，没有染污，表现在外，自自然然就是温和啊，所以外常温和，温和不是装的啊。中国古人所谓行于中啊，成于中啊，自然行于外啊。你里面什么自自然然在外面就显示出来，表里也如啊。真有学问的人，有德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了，装不出来的，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要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所以经上也有一句话：一切皆由心中走。这句话讲得好啊，一切法都是由心中走，你是用的什么心？佛菩萨是真诚心做的。中国古圣先贤啊，外国人尊重的神圣，全是真实心中做。那人在这个世间实在不长啊，几十年寒暑啊，弹指之间就过去了。为什么不学佛菩萨？为什么不学圣贤？学佛菩萨、学圣贤的多好！学圣贤决定不读三恶道啊！三恶道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参透了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。要放下一切妄然，妄是虚妄的。什么是虚妄的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染污里面最严重的情执。啊，根本烦恼，佛说的贪嗔痴慢疑，染污，严重的染污。啊，如果不放下，这个谜就不能破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不能够恢复。这必须知道，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是我们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。也不是真正迷失的，暂时迷失。我们放下这些迷执，清净平等觉立刻就现前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自己永远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啊，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啊。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确实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
业障习气自然就消除了。不想在这个地方，想把它拔除，想把它放下，那么困难。到极乐世界，自自然然就成就了，甚至于消失了，自己还没觉察到，都没有了。这个要感谢阿弥陀佛的帮助。阿弥陀佛的大愿，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，帮助我们化解这些问题。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，极乐世界的人他得的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他不需要饮食，他不需要睡眠，他的能量来自自信，要发现是来自自信，自信的能量是本能，不是外头来的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个利益就大了。我们为日常生活，为吃饭，为穿衣，为应酬，起多少烦恼，造多少罪业，有些简直是无法避免的，到极乐世界完全没有了。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适合我修行，84000万门哪一门都不行，说的是很好听，决定做不到。那决定做不到就得放下。四弘誓愿里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到极乐世界成佛再学，没有成佛我不学，我用一个方法成佛，就是念佛法门。现在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还用这个方法成佛，行吗？行。为什么行？因为是心是佛。因为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一心念佛想成佛，哪有不成的道理？净宗的理论就是两句话，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。就是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
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一句话就是是心是佛。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这就是是心作佛。所以要有信心的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就大错了。啊，慧疏里说得好。啊，这个合眼要真，装的没用处。啊，经上讲的好，只要放下虚伪，放下染污。德相就现前了。啊，孔子是这个相，他的学生对老师的赞叹：老师有五德，温良恭俭让。我们要常常想着。孔夫子，你跟他见面，你感觉他的温和、善良、啊、恭敬，待人接物恭敬，节俭，谦让。谦虚让，啊，这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要学这五个字啊。这五个字重要啊！啊，清凉过思在还原观上。讲了四德，大乘佛法啊，第一句随缘妙用啊，妙呢，妙就是不着相，就是此地讲的利妄然。这就妙了啊！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，没有虚伪，没有染污这是美德了啊！第二，威仪有则。举止都能够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。啊，第三，如何制止？啊，态度就是此地讲的，如何？那和言爱语啊，制止
智智是真诚心，外面柔和，里面真诚。啊，最后一句是待众生苦。啊，一个待众生苦的人，怎么可能损人利己？决定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啊，决定不可能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在觉悟人心里头，痕迹都找不到。那就是先成就自己，然后自然，别人就相信你了。啊，时间越久，信心越坚定。啊，历久不变呐，历久不衰呀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假的装的，他要装一辈子也是真的了，那就不能说假的了。啊，行道。修善的，有人在批评，假的、装的，你看，啊，如果看一辈子，他都是这样的，那也不得了，他装一辈子，也算是圣人了。啊，这叫火眼，圣天王。般若经曰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如是随顺佛清净教。啊，是诸众生灭门现象。曾无贫处。”这个啊，贫处是皱眉、蹙额啊，表现在面孔上，有一点不耐烦的意思。啊，不高兴的，不耐烦，这个样子。啊，没有。那么这是，是诸众生灭门现象，曾无贫处啊。布袋和尚表演。中国人供的弥勒菩萨，供布袋和尚的像。啊，布袋和尚真有这个人，《高僧传》上有他。啊，出现在南宋高宗的时代，跟岳飞同时代。啊。而且出现在浙江奉化，奉化县志里头有记载。啊，这地方志上有记载，真有这个人。啊，这个人欢喜，无论跟什么人见面，他总是笑眯。
啊，所以然者呢，他为什么呢？心离慧住，住根清净，不然离口，心不成慧，内无恨见。啊，这就是问了为什么他那么欢喜。大乘教里的是这么说的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弥勒菩萨是代表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自己欢喜，带给别人一片欢喜。啊，内心清净。六根清净的，心里头没有污染，慧浊是污染。心地清净，所以六根就清净了。六根是以意为主。一根清净了，眼耳鼻舌身都清净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从哪里下手？从意下手。意就是第六识、第七识。啊，第七识里头有执着。严重的染污啊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这是莫那，莫那第一个，我执，叫我见。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过，这是一个迷。是虚妄，没有我，自己以为有个我，执着有个我，不肯放下。这一个错误观念，就是六道轮回的真因。啊，所以佛教众生头一个破身见，不要执着身是自己。啊，莫那是那个我见，那是《金刚经》后半部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那个讲的身，那个。后半部是转莫那成平等性质啊，这是法身菩萨境界。金刚经是两前半部前，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啊，后面是法身菩萨境界啊，阿赖耶转过来了啊，莫那转过来了。跟着我见的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，跟我见同时起来啊。第一个是我爱，我爱是贪啊，我嗔，我慢，慢是傲慢，傲慢是嗔恚，我吃，啊，我见，我爱，我慢，我吃，这是莫那识，第七识，要从这里下功夫。
把这个东西断掉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第六意识是分别。他不太执着，有执着不严重，严重的执着是莫那识，这莫那成为一根，第六成为一识，啊，佛家常讲三心二意，啊，三心就是阿赖耶莫那一识叫三心，啊，二意呢？专门讲第六跟第七，啊，他们起作用，行善作恶都是他，啊，所以搞六道轮回、堕三恶道是他。修行正果也是他，啊，一定要救。啊，他是虚妄的，他是假的。上上根人，明了这段事情，马上就放下了。那就成佛了。啊，像慧能大师这样的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啊，他知道妄心，妄心不是真心，啊，妄心就是指的莫那跟第六意识，啊，再深一层的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等于是资料库一样。啊，第六、第七识所造的业，全部收藏在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的种子就好像是阿赖耶的档案，啊，通通有记录在里面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也是假的。如果你还用妄心，哎，那个记录就是真的，通有心；如果你用真心了，那就却没有。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，要能转得过来呀、啊。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，就是平等现起来了。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。莫那一转，第六就转了。关键就在莫那。啊，他有非常坚固的支柱，心不成恚，内无恨戒，戒就是烦恼。烦恼的代名词，内心呢，就没有缘结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讨厌，为什么？他能招来轮回，啊，六道轮回就是他们所照看的，啊，把他转过来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小乘证阿罗汉，辟支佛。啊，大乘在断一品无明，
他就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十法界不是真的，阿赖耶造成的。转八十成四智，完全脱离虚妄，啊，妄然完全脱离了。妄然这两个字，我们把它分开来讲，妄是四圣法界，然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严重的染污，啊，这一超越，问题解决了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就决定成佛，啊，但是在诸佛十宝土里头，成佛的时间。到极乐世界十宝土，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。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，十方世界的菩萨，包括等觉菩萨，都到极乐世界去参修。像阿弥陀佛去请教，太多太多，由此可证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啊，极乐世界的圆满啊，这也是对我们发心求生净土增长了信心啊！我们看到这些事情，死心塌地，再不会有变更了啊！真正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